这俩孩子咋像草帽子咋的？你看这俩蹲的哈。这俩还搞啊？这俩还削鼻脸呢，你看看。不就俩干啥呢？威廉就那么趴，你们俩都趴了。威廉现在都不屑于跟他们玩了，现在。这俩还在前爪在那搭着呢。今天洗点洗点，把这车厘子洗点吃。嗯，是挺甜的，酸的，甜酸甜酸的。嗯，没那年咱上一村买那个好，您那熟透了。嗯，这是小麒麟媳妇是不是？啊？我说你媳妇别收拾了，吃了没？叫你不，你叫你哥回来吃了，我吃定了。快快快，蓝莓，你们俩吃蓝莓去。吃蓝莓去，快去吃蓝莓。你好。这个。五爷已经渐渐成了一个美食鉴赏家。你呀、啊。好不好吃啊，你？嗯。你听，你那啥甜酸甜酸，然后叫味儿，我没吃过。那你嘴咋回事啊？谁来找我了？哟。干啥呢？来了，到这了。你老姑娘来了。嗯。你老姑爷来了。你这白车谁呀？哎呀，这哪来帅哥啊？我家的。我家的。你大外甥吗？哎呦。帅了，威廉。这这段时间个又长了。威廉。怎么了？威廉，想不想我威廉？啊，这回你管我身上有没有骨块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毛病。这个呀，这不是羊绒。这啥呀？这个。假的。不是说啥我忘了，说啥我忘了。发一身哪去了？跟他大舅妈俩溜达去了，就溜达，哎呀妈，这人溜达好几个小时还没回来，溜达丢了吧？啥玩意儿了？说完你说我就忘了，然后回来就忘了啥了。哎呀，别照我了。小啊，小多少个西呢？五个西啊，五个西啊，知道了，你正好啊，行，正好，嗯。大姨丈，这两天香香咋这么矮了呢？啊，缩了，原来跟我们几个一边儿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我缩这样，你知道？现在没变成他最高，我都有点缩了。穿高跟鞋呢。我说走上去，原来我俩一边儿一边儿的。咋那么多化妆品啊？给你媳妇儿摆一套。哎呦妈，是吗？嗯，哎呦天哪，三样。还有擦眼霜，还有擦那什么 BB 霜。大姐过年好啊。看着东西了，这是。看着东西过年好了。看不着东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昨天都裤腿怎么看？找小哥去了吗？在哪儿呢？他？在唐丽凯家，你能找着吗？哎呦我天哪！啊、啥我没缝上啊？你找呀，自己找去。这个是法国的，谈的法国。法国。这大门你看去。走了就。走吧，走吧，去找去吧。我就进不来。一会儿我领他们仨回来啊。好嘞。好玩意，跟你说壳子好结实，要一般都撕了。还说你当大的啊？这五大件啊，不要了。五大件，这五大件儿吧，这是。五大件。结婚陪嫁了，这五大件。把你化妆品吧，那牙膏啊最早是吧？对。嗯。主要不要打流呗。不是，这个就跟那雪花膏打流有啥区别？那比那高级啊。哎呀妈呀，你把这个玩意儿抹抹不化不化的一个点儿，那你为了美嘛，那你就慢慢来呗。这点儿，这是过年时候买的，我正好十一年要没了。我家头年我就寻思，大姐买买这个呢，不要是没了。还找你呢？那得眼睛使劲望着你，望着你来找是不是？给你爸整一下。就不吱声，你说他都没看着。那裤腿子咋回事？坏了咋回事？啥呀？坏了？谁对谁说坏了？啥呀？你这是我真相原因交了。不是你穿那高跟鞋，我看啥呀？
哎呦妈，还得给展示一下，几乎没看着。这显腿真长啊！好吧，哎呀，你这么快，好吧，哈哈哈哈哈！话说不好看，说的就是不好看。你这穿这挺好看的。你老干，你老子给你掏钱去哈。那、啊、不用，快说再给你们花钱来。哎呀呀呀！好啊。花钱，多少钱那都不对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张元素整懵了。他就不给了。导演不给了。你俩是长辈，你俩来。真好。这看他给女人就得买化妆品，我寻思来寻思去给他俩买点啥呢？全部到位，最后连 BB 霜都给你来买了。哎呀妈，我给妈买一套好了。妈的也撇挺老远的，小别买。疼死鼻子，一走一过都打听。我免了化妆品。